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传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承蒙抗普罗大主教莅临正道同埋祝福，本人谨代表香港基督教理青年会向群主教致谢，同时欢迎各位喺百忙中活踊出席今日嘅感恩大会。爱遍香港九十载，成全使命创未来，系本会会庆主题。创立了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，我们不敢忘记我们先人留给我们美好的见证和历史的惨烈。这个经文是载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46至48节，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能力是因为上帝 的恩典，正如刚才我们听到诗仪都读出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格言，提醒我们那个格言告诉我们，万军的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一，多多支持啊！咩女青年会啊？唔识啊！
我係女青年會成立咗幾十年㗎啦，有好多社會服務㗎，好似呢個清泉工作啦，同埋呢個長者服務咁嘅，其實仲有好多好多數之不盡嘅社會服務嘅。總之一句講曬，多啦 Andy。關懷得曬佢哋，只要你有同我，不怕冷笑與迷惘，願個悲效法基督一生親近，熱信望愛。點解你要咁暴力對待呢位小姐啊？點解？我是他阿哥，他是我細妹，有乜嘢唔可以啊？如果你再係咁樣，咁點啊？我即刻叫警察。係啦，有冇興趣一齊加我哋女星？佢係女星，爭取福利咧。好啊。来到台前，代表着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运动不断向前。黄色寓意着神的恩典好像黄金咁宝贵，红色寓意着神的宝血令人得到福气，蓝色寓意着女青年会与时并进，成全使命。各位主礼嘉宾手持的小树苗表示着我们团结一致，让我们爱传遍了香港每一个角落，以生命的栽培为目标，种植小树苗成为树荫，十年树人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我们在这里以信心带领女青年会迈向一百周年。上帝的引领之下，我们必定继续紧守岗位，互相效力，以成全女青使命，并以真诚、关怀、尊重、仁爱的精神，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优质服务，发扬基督精神，荣神益人。同时，本会九十年嚟各项事工的成就，实在是有赖政府各部门和社会人士的帮助。各教会、机构、传播媒介的支持，商户的落座，全体的义工和干事职员的努力不懈。拥抱灰心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，援助困苦的人，尊敬众人，爱主是主，在圣灵的力量里欢欣快乐，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赐福你哋，保佑你哋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九十周年感恩大会天已圆满结束。Thank you.
多謝各位嘉賓，多謝曬。